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一个比你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，没有耳机哦，就单纯就是耳机线。反正这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耳机线啦、爆炸贵、我不知道到底听不听得出来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那或者是听起来没有差别，因为我旧的耳机线应该已经算还行了，就是原厂附的入耳监听的耳机线，它也是镀银无氧铜啊，现在也是镀银无氧铜，只是它多了一些比较酷炫的东西，像是它有一个什么 Star Quad， 就是它里面线的编织扭曲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所以它是说比较可以抗干扰还是干嘛的。但我从来是没有发生有什么干扰、电子干扰的情况，通常都是就是扩大，就是耳廓的那一边啊，如果是DAC 啊，数位输入的那一条线还比较容易被干扰啊，耳机线是我没有遇到被干扰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抗干扰。啊，比较特别是它还有一个是左右声道的接地分开独立，那我不知道旧的应该是没有啦，那应该是听不太出来有什么差别。反正就听听看，开箱听听看到底超贵耳机线差在哪里。